舒服的天气里面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音乐。今天除了想要分享我自己的创作，我自己专辑里面的歌曲之外，也希望可以唱一些大家听过的歌，让大家 hello， 让大家更能够认识我，透过我的声音再跟大家介绍一次 hello， 我是管庆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表演，谢谢。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呢，是我的偶像的歌，相信你们应该也很多人都有听过他的歌。这首歌是来自阿妹的《人质》。谢谢。